我能理解，一个人会因为第一印象对另一个人心动，可我真正在意的是，你喜欢内在的我吗？仅凭一份资料就对一个人下判断，这未免过于武断肤浅。爱情的基础是真实，我们要帮助每一个客户透过外在看本质。我不知道你想要找什么样的对象。你这样，我以前被一个女孩用同样的方式骗过，比如她住在城中村，因为有露台，告诉我是上等。我的运气特别好，我的妻子不会骗我。我不知道你有客人在、啊、没关系，马上就忙完了，进来吧。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苏先生，这位是我的妻子温柔，时尚品牌 Polymoda 的高跟鞋设计师。幸会幸会幸会。虽然他每天都很忙，但还是坚持给我送他亲手做的午餐，见笑了。老婆，我都已经说了，你这么累就不用每天来送了，你这么忙这样子太辛苦了。山太太果然优秀啊。所以我就说嘛，是有完美的人。老板，有个文件需要你签个字。不好意思，等我一下。高跟鞋设计还没开始量产，只是一个空壳。至于亲手做的三明治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店里买的。这么多年了，还是一点没变。真巧。一点也不巧，我是专程为你而来。你想干嘛？我想来确认一下你的未婚夫到底是不是真的了解你。可是看现在的情况，似乎并不够了解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爱他。原来是我不配啊。苏子光，咱们两个不合适。你先别误会，我不是来找你挽回的。那你是来干嘛的？我只是觉得你应该一视同仁，怎么对我就该怎么对他。苏子光，你不要太过分。是你先隐瞒事实的。我确实有所隐瞒，但这并不能改变我和善良的爱。我们在一起的基础不是你想的那种外在因素，我会为了善良把高跟鞋做得更好。你描绘的美好前景不过是水中月，镜中花。善总，我这会儿去处理一下客户的事情。行。你说如果善良知道了真相，会不会做出跟我一样的选择？你们在聊什么呀？我们在聊你啊。你确定你了解你身边这个人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追过他，但接触之后发现他和外在形象完全不同，就再也没有继续约会了。他在网上所有的形象跟他真实生活中完全不一样。王子和灰姑娘结婚了。哈！之后的内容书上没写，那我就只能即兴发挥了。剧组是你请来的。鞋子还没发货。我不想连累善良和寻觅，明天就可以全部发货。所以明天发货怎么发货，拿什么发？我得去求一个人了。该不会是
只能吃一些啊。你怎么回来也不说一声啊？为自己家打什么招呼？张姨，家父碗筷。哎，来了。正好今天做了你爱吃的小炒肉，平时啊也不在家住，都吃不到。没事，我已经吃过了。最近忙什么呢？忙点小生意。什么小生意啊？他哪有什么小生意啊？小孩子过家家。年轻人有想法是好事，如果在外面做不下去，可以回到万里上班。哎呀，那肯定得回来呀，家里这么多事儿呢，总不能让欣欣一个人忙吧。再说了，你是姐姐，你得多帮帮欣欣，学学做鞋的事情啊。欣欣，我听人说你最近在外面谈了一个新的项目，要和一个相亲软件做联名款。对，但是现在搁置了。我听说寻觅那边好像要和一个叫什么 Polymoda 的小品牌合作。是 Polymoda？ 你知道？那就是我的小生意。爸，其实我这次回来，我是那批货出了一点问题，我想看万里有没有什么库存，可以帮我。原来是出了问题才想要回来啊？你这孩子是不是又闯祸了啊？你的生意是小事情，你不要让万里的声誉受影响。不会的，阿姨，姐都说了是小生意，不会影响到万里的。做生意嘛，本来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再说温柔又没有什么经验，遇到一些问题也是很正常。啊，你说的太对了，我没有想到做生意会这么的难。我看着您把万里做的那么好那么大，我就想学着您建立一个好的品牌，但是我这么笨又没有能力，而且只有我孤零零的一个人，根本就做不起来啊。那是啊，你以为你爸爸是一般人啊？啊，你爸爸的天赋、智慧、才能，这一般人能比啊？我本来商标都已经买好了，可是没有想到那个人转头就把我的商标给卖了。我的订单都签好，我第一批鞋子也生产好了，可现在没有商标，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发货。谁能想到做生意这么难呀？哎呦，你这都是小事儿。你爸爸当年啊，白手起家，哪一次不是风口浪尖过来的？你这事儿让欣欣去做的话，肯定比你严谨多了。我比不上爸爸，我更比不上欣欣。一般人可演不了灰姑娘。最宝贵的东西，无论用什么办法。你看看我这个虚弱憔悴失眠妆怎么样？可以，马上就要奄奄一息了。谁呀？你好，我是闪送，这是你的枕头。哦，谢谢。上工了吗？来的人，枕头来了不就行吗？他生气了，完了，这回是真的生气了。爸爸，自从修改了袁小姐的资料以后呢，我们就立刻找到了一位想要进一步发展的男士，一位江先生，私企老板，各方面呢都要比袁小姐好。两人相处下来呢，他们觉得非常不错。前阵子他们确定了恋爱关系，准备订婚。大概就是这样。
另外，还有一件事儿，普利莫达的鞋子已经发货了，会员那边我们也都安抚过了。知道。老板，您之前跟我说过，爱情要透过外在看本质。既然如此，你又何必一直跟温柔小姐赌气呢？我没有跟她赌气啊。如果我当初我没有走进那间小屋，什么都不知道的话，我跟温柔依然会很幸福。我在意的根本不是她的家世情况，而她从头到尾都在骗我。唉，静静，你先去忙吧。哎，温柔，你这样是要感冒的。我这样才能清醒一点。哎，朋友圈我给你安排了啊。好。哎，你要清醒也不用对着吹啊。那你就不懂了，这样才能让心境平和。我觉得我妈说的对，我觉得起码在家庭背景这件事情上不能像是欺骗。只要善良今天能来，我就把万里的事情告诉给他，或许会有转机。你不是最讨厌别人议论你家的事儿吗？你怎么……我更不想失去善良。这怎么不凉啊？你能别这么折腾吗？放心，这件事情上我有经验。看来只能使出我的必杀技。